葉坤啊，我哋今次装咗呢个 My TV Super 之后，咪会多咗好多嘢睇咯。大若希啊，我哋住紧呢间村屋嘅天线咧，接收一向都好差噶嘛，会唔会影响个机出嚟嘅画质嘅咧？呢一层你又唔使担心喎。My TV Super 是透过宽频网络的传输，和天线的接收是无关的。只要宽频网络达到基本的要求，那就可以安装 My TV Super， 享受优质的电视节目了。那就好了，我仲谂住装只贵啲嘅碟屏天线喺天台上面，等我接收好啲。啊，而家咧可以悭翻。咁又唔系咁讲啊！你今年咁红，又揾咁多，加埋翻套靓嘅 HiFi， 衬翻 My TV Super 咁高质素嘅节目，咁先系 perfect 噶嘛！哇，你真系识弹喎！梗系 My TV Super。